我弄成功了吗？Hello，大家好，我把声音关掉。我得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Hello，看看现在100多个人了。188位朋友，你们好。是阿南的直播，等一下，现在感觉我在颤抖。等人稍微多一点。大家好久不见。第一次看我直播吗？我直播两回了，两次了。然后大家好，那我缓一下。 Hello，今天怎么想着要直播？其实我刚排练完，就是我们在学新公演嘛，然后就是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学了嘛，然后回来之后就补上的。是怪兽本人，其实我今天没有电音啊，那就好。然后还没有回来。哼哼，还带电音吗？没有了吧。那就好。然后给大家聊会儿天吧。紧张，我谢谢谢谢，我没有黑，因为就是我已经就是在我们回来的时候，在机场我们几个不是比肤色嘛，他们都说我没有黑，我说因为我已经晒出抗体了，就嗡嗡嗡，这应该是你们评论我微博，然后还会嗡嗡嗡的声音。对，刚才因为你们评就是微博会收到提示嘛，就嗡嗡嗡。给大家聊会儿天吧。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天刚拍完水着回来嘛，不过这应该也是我最后一次拍水着了吧。然后其实开始是也是没有的，因为就是我还有婷婷还有软软聪聪还有仓鼠栗子，我们几个不是代言那个柠檬来的，然后就是因为赞助嘛，所以就我们几个必须得去，所以这个开始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几个就是我想想啊，这是我第加上夏日再会应该是第四次拍夏天的了吧，所以我已经晒出抗体了，然后都晒不黑了已经。对，然后我不想去啊，没有啊，没有不想去啊。然后不过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灯光的问题怎么了？头发怎么了？啊，头发我终于找到可以看的状态了。对，为什么应该是因为我挺拍了很多次了，就是可以间隔一下。对，然后我本身想看一下大家都在我
声音的时候，我觉得我耳朵红了。滤镜换一个，这没有办法换滤镜啊。这样就太红了，太黄了，太黄了，哎，那怎么办呢？就这样了，因为我看了，我调了之后，哎呀，我差点把你们移出直播间，有一个人吓死我了，因为这上厕所的灯不是，这是在我房间，我这在寝室呢，然后聊一聊。就是在澳洲有趣的事情吧。这次就是我跟默默一个房间嘛，然后我发现默默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纠结症的特别犯纠结症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就是去超市的时候，然后看看房间，然后去超市的时候就是不管饼干也好啊什么好，不是有各种口味的嘛，然后默默他什么口味都喜欢吃，然后他就想只能买一个，那怎么办呢，好纠结好纠结。然后我说好吧，那就买这个吧。他说好吧，因为他自己都就他不管只要买东西，只要可以选择的东西他全都会纠结。然后晚上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吃零食，只要他晚上去超市嘛，回来之后他就开始，我在旁边玩看电视啊，然后玩手机，他在旁边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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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然后因为默默平时也不怎么吃饭，他在减肥嘛，但是他就喜欢吃薯片，还有就是我以为就是他也非常的宅，然后就是我默默还有于正孙三妹。还有五哲、洛洛，我们几个住在一起嘛，然后他们说走啊，去逛街呀、啊，去什么呀？然后我跟他们不去了，不去了，就懒，两个特别的，喜欢宅着，然后还有我觉得于正这个人真的好搞笑，就是之前没怎么接触嘛，然后接触下来就真的。好好玩，就是我们两个在一块儿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尬歌，然后就是拍 MV 拍着开始，因为他特别会用戏曲唱那种特别洋气的歌，真正特别搞笑，就是类似于他整天给我们洗脑，然后唱什么就是大家应该听过那个演员吧，演员就是陕西话版还是什么的，然后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啊，然后他还就是唱用戏曲方式唱英文歌，就是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就每天都在唱，到最后我们啊脑子里全是这种声音，特别特别会洗脑，一言不合就，然后我们两个在一块就是尬歌，然后尬土的歌，然后一阵曲库真的不输我，太我们两个在一块儿真的就是一直在尬歌，然后之前的时候还唱那个就是那叫什么什么老师的一年有365个日出，然后他在我送365个祝福，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于正是特别好玩特别搞笑的一个人，然后我们聊的也特别聊得来。哦，对对对，蔡国庆蔡老师的歌，然后，对，正比我小4岁，他98年的，他为什么能听这么多歌呢？就是很有好玩，然后，对对对，我也觉得真真不是一般人，老年小孩，然后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黑嘞，没有黑。对，我们队新来了一个舞蹈老师，然后居然比我小1岁。
内心受到了很多点伤害，就是我他不是教我们的新公演嘛，然后就是然后就看上去特别成熟，然后我就说老师你多大了，他说95年的啊，我说好吧，他说他然后那妹妹对他是叫我一声姐姐，特别搞笑。马老师去哪？因为马老师忙的事情很多，就是我们每个队都有马老师管 SNHXX2， 就所有的都归马老师管。马老师是舞蹈总监，就是然后我们每个队都会有分的舞蹈老师，就这样子。关键是我们舞蹈老师还跟我一个地方的，就是都是山东人。对，总教头马老师很太特别厉害。山东蓬莱头发少了，因为之前打薄的太多，我就把后面扎起来了。嗯，我在一直3岁。对对对，我也知道会长95年的，但是他是一个认证的舞蹈老师。嗯，就是去过这么多，就是去拍水卓呀干嘛干嘛的，去了这么多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塞班。就我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状态吧，因为塞班是很就是属于就是美国乡村的，很乡村的那种感觉，就是马路特别特别的宽，特别大，然后尤其是两边的树啊，然后特别大，然后在下边乘凉的老夫老妻，就感觉啊，我穿出衣服了呀，我里边穿的背心呀。潜水了吗？没有，我就是在那天，真的是太冷了，拍的那天，就是晚上不是说澳洲6点，悉尼6点就会有什么大冰雹、狂风暴雨，然后那天我们就很早就拍完回来了，但是会去几个人就是补拍生写嘛，然后我就去补拍了，哇、哦，就是那天我们就是穿毛衣都冷的那种，然后在迎着狂风，然后头发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次去，这次拍水桌感觉就是没带有海边的感觉，因为我们在就是市中心，不是海边，就是要坐车过去，然后住60几楼。澳洲那边的楼层就是很奇怪，他们1楼是10楼，然后蹦到20楼，然后蹦到24、25，然后或一下蹦到30这样子，对，所以没有不知道固定的是哪一层楼，就是反正最后老高了，60多楼。对，我觉得我们每次出去拍水桌，选择地方就很迷醉，就是那几天都很迷醉，就是我们去非洲的时候，我们刚走就刮起了大台风，我们这次又是那种天气，不过没有下，就是只是那么预告，但是悉尼没有下。卡了吗？我这边没有卡哎。项链好看，这是我在飞机场给自己买的，好黄啊，还是很黄吗？我可能这样更黄了。这次很多人都是说，这次去澳洲了，我一定要跟，终于可以跟考拉合影了，终于可以跟袋鼠见袋鼠了，见考拉了。然后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去嘛，因为就拍摄很紧张嘛，每天都在拍摄。然后他们说啊，好吧，只能跟海豹合影了，然后就跟海豹合影。我心里想，哎，好开心呀，因为上次我不是去过，就是那次我们中澳电影节的时候不是去过嘛，然后已经跟考拉跟袋鼠已经合过影了。黑了，没有黑吧，黄了。这次有小咪咪套路你吗？有吧。逛街了吗？这次倒没怎么逛街，因为我们市中心就不住的还是蛮就是
繁华的，然后楼下就是各种，我们每天都是，因为我们拍摄团队是韩国的那个嘛，每天都请我们吃部队火锅。对，他们那天居然上了袋鼠肉，真的，哦，这太血腥了。我想在中国的话就肯定是犯法的了。然后因为他们那边袋鼠多吧，然后就是，而且他们那边主要是他们那边上饭的速度很慢，就是我们在那等，大家口袋四八直播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就是我们一直等，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如果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那就可能就要火了。鼠鼠是谁？老鼠？哦，袋鼠啊。鼠鼠这么可爱，鼠鼠哪个成员哪个小后辈啊？没有听到鼠鼠的呀。啊，消消乐，我消消乐在那边，我消消乐玩到799关了，快800关了，哈哈哈。因为我消消乐偶尔啊，只是偶尔的时候我会买点精力，所以他们就很瞧不起我，说你玩消消乐居然还氪金，就说我们玩阴阳师啊，然后王者荣耀氪金就算了，你玩一消消乐居然还氪金，我觉得对呀、啊，这是他。我消消乐在我的心中跟阴阳师他们心中一样的啊，但是我没有他们氪的多，就是金币太贵，还好吧，几十块钱的话会有几百个金币，然后还送好几个，我只是买几个部署的话用不着很什么，因为我只会消消乐，是啊，然后他们很多人都说阴阳师好玩呀，好玩好玩，然后我就下载了阴阳师，我玩不懂啊，真的是玩不懂，就那开之后，点啊，但是我会给别人点打架的时候点准备，然后自动开始嘛，然后我就开始玩了之后收东西，这个我会，但其他的我就不会了，我还是比较适合玩单细胞的游戏。最后然后对卸了，把那个阴阳师给卸载了。王者荣耀最近好多人都在玩王者荣耀，我看栗子在那里整天也是啊打打打杀杀杀的，我觉得这种我还是比较适合玩俄罗斯方块，然后消消乐，还有就是连连看这种的。贪吃蛇是之前诺基亚手机上的时候经常玩的，我玩这种游戏一般只要有精力我会一直玩的，我可以玩通宵的。然后我妈总是就玩我妈的手机的消消乐，不是贪吃蛇嘛，我总给她玩到最高分。这么晚才直播，九点很晚吗？最近不是正好吗？克制住啊，少熬夜。不会经常熬夜的。球球大作战8分音符。再过2年我就是成年人了。再过2年我就是，今天我看到了什么，就是一个新闻嘛，说14岁到23岁啊，15岁到24岁。应该是15岁到24岁被称之为青年，我想那我还有2年就不是青年了，1年半吧，就不是青年了，那我应该是什么年呢？中年吗？啊，难道我要升中年了吗？然后过2年我就更年期了，那我就脾气不好了，我就有理由，我是。24岁跨25岁之间是更年期，更青年和中老年的期，中年的期。中偶像还有2年呢，哼哼
没事，反正我青年期都在这里度过了，一半吧，对，度过了。允许我更年期，然后更年期我就要任性了。这是在我寝室，然后还没有回来，就回来之后。看，我在那边很担心老刀嘛，然后怕没人喂他。然后回来之后，他活得可好了，就是因为阿姨都一直给他蓄水啊，然后还，因为我走之前给他买了很多的饲料。只不过老刀，我让我受不了老刀的是，每次给他放铺平那个尿不湿，他就用爪子够上来，然后把自己尿不湿给啃了，然后就直接拉到那个槽里，就是很难清洗，就是这点特别生气，真的，我就打他屁股，我说你不可以，但他听不懂啊，他又不是狗，狗狗就好了。曹师傅不行啊，曹师傅不是走了吗？哦，我们好多师傅，我就统称为师傅，也不太知道哪个是师傅。老刀确定不是香烟吗？老刀什么香烟呢？老刀有老刀牌香烟吗？你们这群人清蒸的、红烧的，你说怎么能可以对自己的孩子下此毒手呢？你说，还要是一头猪的话，我可能，如果是头家里吃的猪的话，我就可能会，我不吃兔子肉，因为就是之前的时候，在成都的时候吃那种瓦罐嘛，是吧？有兔肉的，然后之前的时候，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吃过，不过后来听别人说，就是兔子死的时候，就是它会发出的声音像小孩一样，就是啊。那种啊的声音，所以就是感觉有点残忍，所以我不怎么吃兔子，不吃兔子肉，可不可以吃兔兔？对，变干净了。我买了，就是给寝室买了大，就是床，然后买了沙发，贴了地板。我贴地板，我真的，尤其是床，我自己安装的，就是因为买回来之后，因为师傅也不方便进来嘛。我用了一天加一晚上的时间，太重了，嘣嘣嘣嘣嘣嘣嘣，趁他们白天他们就是不在或者上课上学的时候，嘣嘣嘣嘣嘣，终于把床给拼起来了，老重了，真的。对，我特别喜欢自己动手装修，只要不打扫就行啊，但是也打扫了。然后，墙是贴墙纸，贴墙纸太麻烦了。我知道袁一奇的房间贴了大墙纸，看上去因为贴不好的话会很凌乱的，就没有贴。狗肉，我真打死都不会吃狗肉的，我最喜欢狗狗了。宿舍全景，还是不要。哦，不行，那堆了堆衣服不可以，太乱了。老刀委屈，为啥养兔子？因为当时的时候是很想养一个动物的，就是可以抱着的。开始我真的以为兔子是那种，在我印象中，之前很喜欢兔子嘛，就那种可以抱着呀，像嫦娥抚摸自己玉兔一样那种。然后我就想啊，那我要买个兔子抱着，因为而且兔子它不像猫和狗一样，就是会叫嘛。我怕我，因为我们中心人也有很多养猫的嘛，但是我怕我 hold 不住，我怕它一直在叫会，然后就是我家里也没怎么养过猫，所以我狗又更不行，因为它就更会叫嘛。我想去养一个不会说话的那种动物，然后就买了兔子。结果它居然是这种性格，但是老刀特别干净，我给它买了一个小的兔子玩偶嘛，但是比它干净多了，不是它比那个玩偶白多了。
养仓鼠，仓鼠太小了，我怕它钻出来之后钻的到处是，我找不着它。我看过那个什么外国的一个视频嘛，就是一个小女孩养蟑螂，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热门微博上养蟑螂啊、哦，我觉得国外真的小女孩真的太，她就是很胆子很大。养蛇，最害怕蛇了。一说到蚂蚁，我想起就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自己想搞什么创业啊之类的，然后自己养蚂蚁，然后把蚂蚁都养死了，被我妈骂的呀。哦，对，我给大家说一声，我就明天公演可能赶上后半场。明天我和郝婉晴，我们两个有一个就是拍东西，就是具体拍什么我忘了，有通告，所以就是已经往早里安排了，安排早，然后回去赶上，应该是赶上 unit 后边的吧。什么考试吗？有个人说考试，新对歌唱的好，我们新公演歌曲都特别的好听。美丽世界，美丽世界是什么歌？啊，现在过来，刘女士不搓麻将吗？我不会搓麻将，就我会去学人房间看他们搓，但是我不会搓，就是而且就是北方，就是我家那边没有搓麻将的这种习惯，我家那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打扑克，就是我妈、我爸爸、我姑姑、姑父他们在一块打扑克。斗地主，哈哈，我不会斗地主，我就觉得我休闲能力简直是太，娱乐能力打牌啊打什么的真的太不行了。我会打什么扑克？我会下五子棋，扑克呢我会打拉火车，你们那需要拉火车吗？拖拉机，哦，通灵之战。哦，我看到有人提到《通灵之战》了，我全集都看完了，14季、15季、17季都看完了。你们看过吗？宝皇，宝皇是什么？就是每一季都有特别好看的歌，就是不是每一季都有特别厉害的大神，像14季的，就是玛丽莲还有亚历山大。哇、哦、太厉害了，没想到后来他们居然还在一起了，就是颜值最高的两个人，而且他们能力都很棒。啊，大神啊，大神眼睛太好看了。然后15季最厉害的朱莉旺太厉害了，而且太有气场了，特别喜欢。还有17季的达什，什么玩意儿？哦，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就是我特别喜欢追的一个综艺节目，叫《俄罗斯通灵之战》。达什，我真觉得达什最厉害的，他真的好牛啊！对，而且还一直转圈都转不晕。嗯，大家可以看，然后大家肯定一看就上瘾的这个。是开始这个综艺是默默安利我的，就之前我们拍红秀的时候，因为很早之前在微博上被安利过，就是看还有 B 站也推荐嘛。然后我就
不敢看，觉得很就很可怕嘛。然后当时看默默的看，原来它不只是跟鬼神有关的，也会就是找东西啊，或者考验第六感呀、啊，然后也不光那方面的，而且也没有真的东西出来嘛，就是只是去感应去，所以我就不怕了，就去看了。在哪里有 ？B 站有 ，B 站就搜俄罗斯丛林之战，是有点吓人。之前我跟杨航一块看嘛，然后看到就是那个小孩就是失踪的那个地方，就被大水冲了嘛。然后我们两个晚上跑阿星房间去了。前几天徐阳不是在韩国，去韩国那个训练嘛，然后我们两个就跑阿星房间去了。嗯，默默他真的就很聪明，很厉害。金刚狼三看了，金刚狼，然后，我是第一季第二季没看，但是我了解知道他们讲的什么内容。我觉得啊，金刚狼的女儿好漂亮，金刚狼的女儿也好厉害。据说这应该是他拍的最后一部了吧。今天播到几点？没有确定，差不多一会儿，再过一会儿，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结束吧。那个爪子，外表高冷，我外表高冷吗？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爱笑吧，可能就是，不直播不看到你们的时候，就是自己私底下的话，我是不怎么经常爱笑，但是我没有高冷，不可以唱新对歌呀，因为还没有公布呀。背后什么发型？哦，看看我后边，这样。而且扎不起来，必须两边夹很多夹子。就是当时剪头发的时候，我当时戴着眼镜嘛，然后说把眼镜摘掉，然后剪头发不好，我就摘掉了，我就低着头看视频，然后他说，我说到这儿差不多，我以为是全体都是，哎，就是不过上面是那种特别蓬的，就是我早上不洗头，不是早上起来不打理的话，就是不扎起来的话，它就这个样子的。我回来之后他们都说我像中年女人啊，所以我一定得这一定得扎起来，否则都是蓬的。通人之战看第几季，凡是更新的我都看了。好多图片，怎么可能，你们看得到什么呀？没有。有点上火，还好。为什么说我上火了呢？我没有上火呀。晴天好像听过。我嘴这里是有点那个，有点掉皮，会经常抠它，但是不是上火。哼，生化危机没有去看，长痘痘了，还好吧。又是那个声音，什么声音？难道有点音了吗？应该没有吧。哦，美女野兽肯定会去看的。艾玛沃特森超漂亮，然后而且看到预告片就好美啊，然后就是美女野兽里边美女那个形象，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电影。对，艾玛女神，
对，然后就是在拍水浊的时候，然后去跟袁浩聊天嘛，因为我也是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大家应该也看了，就是袁浩发的那个微博的那个音乐剪辑，然后就是达成了共识，然后就想去，然后因为最近我也最近，哎呀，我在说什么？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学，就是跟一个日本老师的学鼓，因为我最喜欢的乐器就是鼓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打过大鼓，然后去那种中学里边各个中学比赛那种，然后最近也在学，然后这次去拍水浊我也带了鼓棒去的，一直没有就是没有说嘛，因为我觉得等我学出一点成就来的时候，但是我现在因为我们两个达成共识了嘛，就想去组乐队，而且不是说的那种，不是嘴上说说的，是真的会就是打架子鼓，然后但是人数还不确定，但是已经在行动了，就是完成自己完成我们就爱音乐人的一个心里的一种心愿，就是一生都会去做这件事情，就我一般下定决心就会去一定要做好，而且就是上了几节课了吧，开始是学的是现在还是在就是皮毛嘛，就是在一直打下去。我喜欢音乐，而且想组乐队。我喜欢架子，我喜欢鼓的原因是我喜欢鼓点，而且喜欢那种释放的感觉，就是噔噔噔噔，就是音乐里边的宣泄。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列入行动了，已经数据线还是对，是的，我也不知道，对，打击垫，我有打击垫，自己想买一个垫鼓，然后再放在房间的话，这样也不会吵到别人垫鼓的。我在干嘛？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手就会不知所措，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自虐倾向，没有啊，觉得很好玩。直播了半个小时了。这还也得看自己的成员的个人的意向，就相当于给自己一个，如果在这里的话，在三大河的话，算是给自己一个长期的外物吧，自己给自己定的。如果按整个生命、整个人生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永久的事情，哪怕不在这里了，也是还会继续自己的喜欢的这件事情。而且就是五月天里边的怪兽不也是吗？噔噔噔噔噔噔。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支持我们这个想法。可怕，吓死我了！天哪，吓死我了！我差点，我刚才差一点把一个人移出直播间，点开的话之后。翻车了，对对对，翻车了，翻车了啊！蝴蝶，蝴蝶，蝴蝶，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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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手机放哪里的吗？放在我的化妆包上，给你们看一下。放在这上面的。这次去澳洲就是给家人买了那个什么，就是保健品，澳洲的保健品真的好有名啊，就是那一排人都是中国人在那挑保健品。裙子走光没有，穿的裤子。会开车吗？暂时还不会，但是我想学驾照，就是自己有个驾照也好。就是保健品是那种葡萄籽啊，葡萄籽就是我推荐大家吃，就是可以保住，就是可以保住青春。好多好多明星都在吃这东西，而且挺便宜的，一两百嘛。然后就是大家好多都推荐的，就是一说澳洲代购啊，都会出来它的保健品，还有护肝片。护肝片这个，我觉得熬夜人士可以吃，因为护肝片就是给熬夜人士吃的，就是肝不好呀之类的。最近我爸爸肝出了问题，就是长东西，经常肝疼，肚子疼。有一次就是我妈在外边上班嘛，然后我爸自己在家，因为我妹妹上学，我在这边，然后他疼的他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准备打120了。然后就是挺心疼的，然后给他买了护肝片。虽然说我不知道那种东西可不可以吃，他就是在吃中药嘛，但是吃中药就是开始那家药店的那个老板就在吃的时候越吃越厉害了，就是经常疼。然后现在又换了一家药店，现在他说要吃了好多了。然后我爸爸就爱上了中医这个职业，然后一直让我妹妹学中医。然后我妹妹这次考的不是很不好嘛，就是这次期末考试考的不好，然后我爸爸很生气，然后我妹妹回答说：“姐姐怎么办呀？咱爸爸的中医梦要碎了。”什么风格？肯定是摇滚 hip hop 这种的。嘟嘟嘟嘟，看看我的化妆品，我看了眼，看看我的化妆品，我的化妆包在下面呢。我的化妆品也没啥，就是大家推荐什么好用我就用什么。手机屏幕脏了，好，就是。我妹妹几年级？我妹妹几年级来着？初一还是初二来着？我忘记了。天哪，我这几级当的？初一还是初二来着？反正她比我妹妹比妮子小一岁，还是初三？我记得快中考了，那可能就初三吧。就是啊，袁一琦00年的，我都不知道。我啊。而且袁一琦他就上高中了，高，如果他不来这儿，他就高三了。我天哪，是南北方，是南方和北方，就是年龄上学的年龄不一样吗？他比我妹妹大一岁，但是比我妹妹高三级。能生二胎？对，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女生嘛，就是第一胎是我家那边是第一胎是如果是女的话就可以要第二胎，第一胎如果是儿子的话就不行了。就告诉你们，其实我上面有一个哥哥的，就是我爸跟我妈之前有一个哥哥的，只不过那时候我爸我妈没到年龄，所以就必须打掉了，然后我就出生了，就有了我了，没有死掉，就是其实本来是要有的，如果有了我那哥哥的话就没有我了，不是就没出生嘛，如果有的话就没我了，因为如果生儿子的话只能要一个。就我爸跟我妈就是
从小他俩是初恋嘛，从小就在一起了，就是而且我姥姥跟我爷爷家关系很好，就联姻嘛。而且我爸跟我妈就是家里边的第二个，他们都说就是当孩子千万不要当中间那一个。嗯，大王好幸运，谢谢大王，大王也在看啊。然后就第一个是最疼的，就是因为第一个孩子嘛，都最疼的，因为我们济南话就疼的佛佛的，就特别疼。然后第二老二的话就是因为知道还有另一个嘛，然后一旦生了最后那一个是最娇的，就拿着特别娇娇啊，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然后中间那个就是吃气包，就我爸跟我妈就是中间那个抬头去尾。这秘密好劲爆，是秘密吗？我也不是，这应该不是秘密吧，反正都是没有，反正又没有出来，反正有了我呢。因为为什么没有哥哥没有呢，就是因为我急切的想要来到这人世间，所以我把我哥哥带走了，我来了。说起来吓人，不吓人啊，跟大家开玩笑的。哥哥好可怜，这还不吓人，哥哥委屈，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他没有出来嘛。然后而且就是有了我跟我妹妹之后，我爸爸妈妈他俩一直想要男孩，就是一直想要男孩。然后就是在我妈还可以生的时候，我们整天讨论我们再要一个吧，再要一个吧，然后就问我的意见嘛，我就说无所谓啊。但是后来就我觉得因为他们也上年纪了嘛呀，四十快半辈子了都已经，然后我就觉得你本来就是我也不在，而且我的工作性质也是就是不确定的那种，你就是我妹妹在上学，他们两个工资也不多，就如果真的再生一个小孩，而且他们老了之后，就感觉50岁生的话，你60了之后孩子才10岁，那以后就是我真的就想他们就是好好的养老。嗯，就而且自从我妹妹上学，然后我来出来工作之后，我爸跟我妈就是感情好了很多，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常打架。啊，我真的服了，经常打架，我就不敢回家，我就去跟我奶奶住。但是就是现在老了之后，可能更知道珍惜彼此了吧。我回去之后，我妈就给我晒，说那个你看你爸爸给我发的微信，就是自从他们两个会用微信了之后，经常，所以我现在很开心。儿子就算了，他咋弄的才是真爱？他们也是打的可厉害了。发卡，看这样可以当发卡用，扎头发。就这样吧，这样好看。我记得我们成员很多喜欢那种，把那种头绳啊编到小辫子里边。挺可爱的，他们弄的都很可爱，但是好像后来之后不允许这样弄了，公司不允许了。可以入赘脏辫儿啊，脏辫儿，我真的超级喜欢脏辫儿，就是我喜欢加勒比海盗嘛，喜欢杰克，然后他们的辫子我真的好喜欢，我还想。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决定了，如果我们队有男装公演，我就扎脏辫上男装公演，但我们应该不会有。
立刻 flag 不能乱立，就是这样。然后我要 cos 杰克船长上男装公演，如果有的话。公司不同意，公司会不同意吗？不知道哎，因为什么类型的男生都有啊，就不一定是短头发呀，然后那种就是非主流那种假发那种，不一定那种的呀，因为男生有很多类型，是长头发的比较符合我。然后最优秀，李逍遥。然后今天要不就这样吧。没有感冒。对，房间就我自己，袁航他还在高铁上。我停了，因为就他回来我还交给袁航，就是我们今天新学的那首对歌。拜拜了，晚安，早点睡觉。后边是后边，没东西啊。哎呀，每次到停的时候都特别的舍不得，但是还是要走出这一步的。然后大家拜拜了。但是我不知道啊，接下来。拜拜，晚安。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比心的方式，这样子，又可以竖大拇指，又可以比心，是不是很棒？谢谢你们，谢谢大家今天听我在这儿唠嗑，拜拜啦！就是又是心给你们，大拇指给你们。拜拜。